Hello，大家好，莫老师今天要见的是花花华晨宇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到底是华还是华？可是华少啊。其实这个字应该在姓里面念华的。莫老师的追星 vlog， 那个是花花的单机。就这个，哇，莫老师在这个上面是美的，我好帅，莫老师。华晨宇。这个口罩就是华晨宇，忘了吗？你没有看过他叫华晨宇的那个视频吗？谁呀、啊？那个关系基本是不是还有一个他骂他的华晨宇的？追他哦！我看到了。今天华晨宇呢要来挑战很多复杂的任务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制作的，这是什么？不，你来打开。去买了什么给花花？买了那个好多好多茶叶，十八杯茶叶，两箱哦，我自己搬回来。花了多长时间？花了一个小时，半个小时。可你不是鞠婧祎的粉丝吗？你都没有给鞠婧祎准备。我太难了。各位好，现在我要坐这个车去接花花华晨宇了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路上的车也变多了。现在我们到这门口了，我们的车停在这儿等待他们过来。买一个特殊的一个面的一个叫什么，一个材料吗？对，给花花上厨具。今天你要再糊，我就跟你拼了！太棒了吧，这样！恭喜花花煎面包成功，掌声送给华大厨。今天这一期的 vlog 主题就叫做论粉丝究竟有多心机，你把自己搞成一个粉丝样干嘛？胸上还带了一朵花，这个花是他18年歌手的时候带的。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我们是纯洁的粉丝关系。我每天屁股都很翘呢，就很心机啊。你知道刚才李帅给自己加戏吗？啊，他走的时候特地跑去另外一边去摘麦，然后李帅你也太好笑了吧，居然把道具拿回来了。就是粉丝正在记录下自己品尝的过程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